第十九题，下列化学反应反应速率最慢的是何者？答案给了食物腐败、铁钉生锈、火药爆炸、钟乳石生成。这可以看就知道答案是钟乳石生成，因为在地理教过了，钟乳石生成的时间要上万年，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反应速率最慢的是何者，我们答案选的是钟乳石生成。